我想想，就是一个小透明，很容易就无视他。我到底做错什么？二三七，热血当代的青少年，很热情，是活泼，非常的仗义。男的要演女的，女的要演男的。一等二骂。你说谁呢？在弄什么？我演男生，他演女生。我干什么？没有人真正的经历过互换性别、互换灵魂。啊！不是做梦，不是做梦。很多时候都要借鉴到对方，叫互相帮忙。疯狂的事情，青春期的喜欢，也会有很多喜剧的桥段给到大家。